然后，我是这一档的建档主播，我叫优米。大家喜欢的都记得点一点关注啊。然后慢慢15分钟之后，他会再上来的。我们现在这一场麦序一样给大家带来三个舞蹈，欢迎大家来到9有3，就有颜值又专业的舞蹈频道。然后在左上角有一个5星5星嗨翻天，这个预约都记得点一下。Thank you，谢谢大师的行动，谢谢拉登哥，Thank you。
do do?晚上跟我回家吧。Thank you， 谢谢刷礼物的小帅哥。干嘛？你要来找我吗？家在哪？然后最后一个舞的时间啊，可以跟大家唠一会儿嗑。最后一个先问一下吧，你们想看什么呀？想看成品舞蹈呢，还是想看 solo 呢？性感的吧，不用问了，问了两次大家回答都类似的。知道你们想看什么。没有古风，我们家是专门就跳韩国的成品的舞蹈的。 solo 的性感的嘛，知道了。阿拉 solo。 先关注吧。刚刚我看到好像有宝贝说啊，我不知道在哪里关注。首先电脑用户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右麦这里，然后有，这是优米，这是曼曼，咱们都两个跳舞的主播，曼曼跳古风舞也跳韩舞，我们家跳韩舞的，点一下右键有一个关注他，看到吗？这个地方记得你点优米也行，点曼曼也行。然后本场贡献下面有一个直播时通知我，这个地方记得打一下勾。手机用户在左上角有一个小爱心，大家记得点一下就好啦。
四分钟呢，四分钟我可以多说一些，我可以休息一下，你们真是一点让我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啊。告诉你，累把我累死了，就没有看的了，知道吗？累死了就没有看的了。谢谢古月。咱们每一场麦序呢，只有三个舞蹈。哎，你愿意看看，你不愿意看你出去。非让我怼一下你，你心里舒服一点。还有最后三分钟的时间啊，最后一个舞蹈给你们。不看不看呗，不看你就出去呗，你真是好笑。我反正我有15分钟的时间。我就是脾气不好，怎么啦？最后2分钟的时间啊，大家喜欢的点关注，不喜欢的就拜拜。Relax.